大家好，2024年新年快乐啊！这个Happy New Year， 今天我会准备这个新买的一只卡祖笛哦，新买的而且我要用好几只卡祖笛来轮流表演，庆祝今天这个2024年的新年元旦。那么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哇最新的龙年，你看看鹿角变龙角了，嘿嘿嘿啊！我们来唱龙王的心咒，同时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哦。奉请根本传承大加持，奉请龙王佛菩萨。南无龙王佛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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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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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。龙王佛菩萨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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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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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。2024年迎接龙年。南无龙王佛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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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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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。南无龙王佛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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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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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南瓦日拉弥。
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。2024年龙年吉祥如意，耶！拉弥，南无三曼多摩陀喃瓦日拉弥，南无三曼多摩陀喃瓦日拉弥。南无三曼多摩陀喃瓦日拉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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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喃瓦日拉弥。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三曼多摩陀喃瓦日拉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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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三曼多摩陀喃瓦日拉弥，南无三曼多摩陀喃瓦日拉弥。哇，大家好，2024年龙年，这个准备过龙年。不过现在是元旦，对不对？今天1月1号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我们来看现场同门，王国辉、艾琳森、侯淑慧、孙女儿，还有这个季珍、林博雅、婚勋、婚君勋、王国辉，还有亮管莲花、花太郎、严秀，新年快乐！陈文瑞、王月英、Sally Go、李文啊、杨天明、李大雄、吴小芳、王木易，还有这个汪木泽。记者莲花明智、李梅六啊、Spider Dan、Shirley、那个冯以宁，还有 Henry Han， 好啊，陆续同门报道哦 ，Man Lotus 新年快乐，我们来奉请龙王佛菩萨啊，有感受到龙王加持的，麻烦留言加一哦。这个我们师尊跟龙王十轮金刚。摩陀喃瓦日拉弥，南无三曼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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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摩陀喃瓦日拉弥。南无龙王佛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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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三曼多摩陀南哇日喇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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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三曼多摩陀南哇日喇嘛。即将迎接龙年到来，南无三曼多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龙王佛菩萨，南无三曼多摩陀南哇日喇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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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龙王佛菩萨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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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曼多摩陀南哇日喇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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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曼多摩陀南哇日喇嘛。哇，迎接2024年，大家新年快乐，掌声鼓励。哎，哇，看看同门罗美，哎，罗美 NG， 还有江夏影星优美来哦，加一加一，黄丽慧加一，黄哎，黄丽慧你好 ，Enjoy Roy 啊，妍秀，好，王国慧加一，吴小芳加一，李瑞珍、辛君娟。哎，小妞，哇，花太郎加一，外江健，张欧川加一，李文加一 ，Melodus 加一，刘春梅，金人加一，林大伟，欧志宇加一，洪淑慧加一，洪 PL， 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又买了一只新的，哎，新的这个卡祖笛，哎，我看看它吹的声音是什么样，哎，我看看，哎，吹错边了。应该是这边，太高兴了，新的卡祖笛啊，哎，哎，哦，那这个是新的卡祖笛的声音，哎，跟这只的第二号的跟第三号的，哎，等一下一起吹看看，哎呦，哎，哇，掉了，第一号的掉了，我先下去捡一下。第一号的掉在哪里去了啊？手一滑就掉了，等一下。好。今天要不要站着直播？站着直播好。来，哎，那个，哎，站着。好，来播放。来播放，哎，来播放那个，哎，我站着直播，好像那个麦克风没办法。
好，那我就把它坐下来了。嘿，哇，这个坐下这个椅子比较滑一点。好，哎，终于好了，来，我们来播放音乐。这是2024年的，新春元旦，我们来唱龙王新咒，我用卡祖笛来吹好了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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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，吹错边了，再次。原来的这支唱龙的传人好了，还有什么龙王的歌？三个卡祖笛的声音都不一样。还有哪一首歌？
这佛塔而寻佛，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戏，在大地的丛林之中，这就是菩萨无尽意。一整天香飘水下来，还以为是满天的雨粟。 遍地是佛，遍地净土，在波罗浮屠之上，你还有什么疑虑？耶！好，这个就是新年歌，<笑>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再来放龙王菩萨。 哦，那个菠萝浮屠的出力哦，谢谢大家，看看西北罗幽灵，哎，君你要卷，阿西那乌外军哥，李丁丁有没有来？就不要一带，李大伟又今很嗨哦，以前也要买一个来吹哦。你如果以前你要买的话，用这个比较好，嘿，这个音色比较纯，这个比较纯，这个好像有点那个，笛膜片的声音啊。 看你喜欢哪一种，这个更暗。我最近在看那个什么，他们介绍，嘿，那个有专业的老师哦，他在介绍那个如何唱音，嘿。
他那个他说呢，因为我刚刚几首歌，其中有几首歌那个音色比较高，对不对？高上去的要怎么唱？以前我不一定唱得出来，我最近有在练高音哦。他要用你的嘴，嘿，然后念，嘿，用这个两个嘴唇，然后呢手要轻轻的碰触，让它尖起来，然后喊嘟的声音，嘿，然后它会震动。它会震动你的上颚，因为我高音的地方我是用，哎，我高音的地方是用上颚，上颚接鼻腔的那个孔的那一块肌肉来唱的。然后呢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要练这个嘟的声音，哎，那个唇在震动的声音。嘟，哎，我给他开 echo 看看会怎样。嘟。然后越长越好，然后你开那嘟嘟嘟嘟嘟，嘿，把它那个音阶再拉高，我们试试看。再高几个音阶看看。拉得蛮长的，哎，自己给自己个掌声。哦，我练了几次这个嘟嘟嘟那纯振动的声音哦，我发觉哈会这个改变你的静坐，因为静坐的时候，因为你一直在震动你的脉轮，哎，等于是震动你的气脉，你静坐的时候那个法流加持更强。接收的力更强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元旦特别节目，大家喜欢吗？我们来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师尊，祝师尊师母大家 Happy New Year。 好，何瑞南、甘风丽啊，还有甘风丽哦，好，安琪儿 Alan Alan Yo 还有 HL6 一星，嘿嘿，喜欢这首歌哇，好多人留言。今天呢仍然要介绍读书会直播，嘿，这个神行悠悠，嘿，神行悠悠的鬼神行。好，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农历年是龙年，不过我们阳历年已经把它当作是龙年了，大家已经在金龙报喜了，在网络上很多，嘿，大家已经在卖那个龙年的新年的春联哦，那就是我要讲什么？我们大家哈，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为什么？刚刚看到这个新闻，日本7点多级的地震。哎，我们除了哀悼啊、缅怀，那个大家也可以念大救难咒来回向哦。那希望说，全球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工业的厉害，能够，这个大家能够有好的善念，新的一年有好的善念。新的一年有回向哦，那大家除了祈求龙王之外，也祈求说这个世界能够平安。好，那今天神行悠悠要跟大家介绍什么？介绍鬼神行哇，鬼的神行，鬼会神行吗？鬼也会穿墙透壁，鬼的神行跟世尊佛的神行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世尊呢，当然会穿墙走壁啊，神行啊，对不对？那鬼阿飘他们的神行又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有弟子今天的文章里面提到的鬼神行，有弟子请问卢师尊，你会神行已经知道了，但是鬼的神行又是怎么样呢？那师尊讲说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那在密教界，在密教里面呢，灵魂就是中阴，中间的中，阴阳的阴哦，那就是人死后中阴生出来，7749天，7749天不是指49天而已哦，是指一个他这个禅定日哦，嘿，可能是3天半，可能就是他们那个世界的时间。那我们在阳间是7749天了，经历了种种的遭遇。如果你去看中阴文教得度秘法西藏度王经，那讲到人的6个这个3个阶段，嘿，临终中阴，然后实相中阴跟投身中阴，要准备投胎了。临终中阴就是那个人刚过往一餐饭的时间叫临终中阴，然后呢那个
十相中阴，就是出现这个佛菩萨来接引的这个中阴叫十相中阴。到最后呢都没有被接引到准备要投胎，或者准备要这个当一个游魂在游来游去的，就是投身中阴或者投胎的啊、哦、投胎的投身体的时候身生命的身嘛，投身中阴有三大中阴。那么有一位喇嘛还写到六个中阴，六个中阴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睡觉也是一个中阴，禅定也是一个中阴啊，睡觉做梦也是一个中阴，禅定入三摩地也是一个中阴。还有你醒的时候，白天你在工作，其实你跟你的灵魂在，灵魂跟你在一起的呵呵活着的中阴。所以呢如果要分辨的话，活着的时候有三个中阴，在家临终的时候三个中阴，一共是六个中阴。这是题外话跟大家报告。那中阴呢这边是讲临终的这三个中阴。临终中阴身因为脱离肉体的束缚了，那慢慢从这个肉身这样子溢出来，就像慧心上师现在呢戴小熊帽帽，你看这个两边还有个熊耳朵，这边有鹿角，然后呢圣诞节叫鹿角，新年叫龙角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哇非常的那个开心活泼。可是我死了之后，我也是中阴身要出来。中阴身出来的时候呢有两个地方是不能走的，如果没有修行的话，他两个地方不能走。一个是如来的法王座，如来的佛陀的菩提座跟女人的子宫。如果没有特殊因缘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中阴身很污秽的，那很污秽很脏的，他是没有办法碰触到如来的菩提座。那那个女人子宫为什么不能进去呢？因为准备要投胎，他要有特殊的因缘。如果没有特殊的因缘的话，那这个任何的中阴都跑去女生的子宫，哇，这个女生不知道生哪一个，有缘的被踢出去，没有缘的反而跑进来，对不对？抢座。所以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女人子宫不能去，还有佛陀的菩提座。那么呢中阴身呢有什么的限制啊？其实人讲中阴身，你看他飘来飘去走来走去还可以到处吓人，其实他当中还有苦哦，还有冷的苦，有热的苦，还有被鬼追的苦，还有大鬼的苦，他要闪过日游神夜游神哦，还有宫朝神山神河神门神地神四大天王的巡行，走路的时候要闪避哦。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哇，前面的车子挡道，为什么？那我们就讲说，哎呀，大概有哪个大官要过来了，大家车要闪避。那个在交通的时候看到警察车，执行公务，有时候也是要注意。还有再来就是那个救护车 ，ambulance 救护车一定要闪避的，因为他要救这个。要救这个这个急救的病人，对不对？要闪避，那这个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中阴身呢，他有一些神明，这个他要执行法务的，他也是要闪避。然后呢，他不能上升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不能上升三界二十八天，哇，他只能在阴界了。然后有冷热，然后之苦，还有忧愁忧虑之苦，所以身形有什么快乐的？身形不止如此，在七七四十九天，他自己根据他的善恶，善行或者恶业的这个报应，要准备要投胎。这个时候，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讲，如果他的家人赶快给他做功德的话，因为这个功德可以往上升。如果家里的人因为他造恶，那罪加一等的也是很惨的哦。所以比如说为了他大开杀戒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造恶，就会累积到这个累积这个这个亡者的祖先，亡者祖先所以恶业多等要多地狱恶鬼畜生，这种苦真的是苦上加苦了。然后呢，有修行的鬼，对不对？像我们正佛宗弟子有修行的怎么样？世尊劝请我们要去三个地方，根本上师的地方、雷藏寺的地方，还有佛塔的地方，敬请注意。所以世尊在有一本书讲到，有一个师兄往生了，看到人家在念上师心咒在同修，他要想到师尊写的这个中阴身要去这三个地方我们同修的地方、雷藏寺有师尊的地方或者佛塔，对不对？他来到真佛宗的道场，可以这样直接进去吗？结果呢护法神出现了，他讲来者何人，你归谁？
你喊妈都没有用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这个时候，你只能说，我皈依莲生活佛、卢世尊，这个就是标准答案了。哎，你要跟那个前面的四大天王或者护法讲，我皈依卢世尊就对了。哎，啊、哦，就算没有皈依，我有来参加他的同学，我跟卢世尊，我非常的仰慕他、敬爱他，嘿我准备要皈依。都好，那个护法神好不好让你进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真佛作弊法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众医生一定要记得。那所以那个师兄，因为他讲说他皈依卢师尊，他就可以进到真佛中的同修会，然后大家一起念上师心咒，念真佛经，观想师尊莲花童子下降，直接把那位师兄把他带上天界了。啊，在这个师尊的文集都有写到了，所以师尊讲，据他所知道，鬼的神行其实是很辛苦的，不能自主，迷迷糊糊不能清醒，那只是这个业报而已，不要羡慕鬼啊。所以，然而有一种鬼是例外的，这个鬼呢跟一般不同哈、啊，这个鬼是有修有证的，只是呢还没有参透，所以呢他就成了鬼仙。鬼也有他的净光哦，鬼有大山之势的指引，可以震入净光，鬼可以得到天地之气，然后呢，就成就到鬼仙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国外印尼吧，有个同门讲，他也是帮好心帮那个道场问事，他还不收钱。问事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要是金母下降，跟我讲这样子，只是你这样，要是金母下降，要是金母下降。有一天，那个堂主嘿，竟然拿那个同门的这个资料吧，生辰八字，哎，那哎拿拿给那个卢师尊看嘛，我们的师尊看，哎说师尊啊，这个人每次都讲要是金母下降啊，是真的吗？师尊一看，土地公，旁边是土地公，哎，所以呢，土地公也是有福德之鬼哦，有福德的我们。我们也是不能够瞧不起土地公，对不对？哇，那这个是有这个大福分的哦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就是自己讲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谁讲说哪个灵跟你讲什么，跟你指示什么，敢不敢把那八字给师尊看一下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神通也是有神通，还是有那个人呢很慈悲，没有。给人家这个没有给人家这个收费哦，免费。可是将来的神哦，是福德正神，不是瑶池金母哦。所以呢，大家就是看一下了，嘿。所以鬼仙呢，所以这个鬼仙，你看土地公、大树公，还有什么公公，有些神都对，有些神将真的，这个在镇守这个阴界，但是镇守这个娑婆世界也是。帮助很多众生，但是有的境界还是在鬼仙的境界。鬼仙阴魂不散，鬼仙不入地狱恶鬼畜生，而且鬼住的那个豪宅比别墅还要大，有还是有那个神仙楼阁吧，嘿，楼阁高地可以住仙府洞天，他住的地方还是蛮好的。而且鬼仙还有什么天眼通、天耳通，嘿，他心通、宿命通，就是没有漏尽通。鬼有五通。鬼仙呢当然很快乐，但是他的智慧他没有像如来的那个明白的那么透彻，但是呢鬼也不是鬼仙不是妖魅，他还是有仁德之心，可以帮人哦。记得师尊的有一个文集讲到说，有个人就是看到路边有那个乱葬岗吧，那有个人死了，然后呢他觉得这个尸体暴露在外面不大好，他就把好心把他的尸骨把它收起来，然后找一个地里把它埋下去，然后那个鬼就出来了，一看有好心人帮他埋葬，他就要报答那个好心人，于是呢就给他通灵。那个人就给他通灵，而且问事奇准，非常的准，准到呢他觉得他有点骄傲，他想说卢师尊会问事，那我也会问事哦，对不对？他就以为师尊的问事是像他这样，哎，结果呢，他就问他的那个灵说：“卢师尊的境界什么？”那个鬼居然答不出来。哦，后来呢，师尊知道说那个人很灵，可是那个鬼呢，
比如说报答五年完之后他就离开，离开之后那个人在问世就问不出来了，但是我们世尊依然非常的神准哦，所以呢，你这个你要去相信后面人家有通灵的，通的是这么灵，你也不知道。师尊讲95% 的或99% 通灵都是通什么？通鬼啊！哦，所以呢，哎，你要羡慕通灵的吗？哎，你去问的话，搞不好他的那个鬼哦，喜欢你跑去你家住。好。所以呢，这个世尊就讲，世尊是可以来自自来去自如的，世尊的身躯是灵活的，身心可以通达十方法界，上到四圣，下至三途，一念可以到昆仑山顶药师净目的境界，那也可以到西天大雷音寺的大雄宝殿，宝殿也可以来去自如。那世尊问佛陀，我的密号是大福金刚，这什么是大福？世尊讲不是人间的大福，那讲说不是人间的大福，是天上的大福吗？佛陀讲也不是，那到底是什么大福？大福金刚，世尊的大福金刚到底是什么大福呢？啊，那这个最后的答案是什么？自由游戏，游戏神通啊，自由游戏。嘿，所以世尊可以到三界28天，可以到六道。哎，然后去度化众生，那是神通游戏。讲到《高王经》有狮子吼神足幽王佛，对不对？可以自由自在度化众生。好，哎，大家有没有看那个？是最新的开示，好像有提到我的名字。最近有些人都通知我，慧君上师师尊在念你，慧君上师师尊在想你。结果看到师尊讲回去吃饭。我已经胖了还是瘦了？谢谢师尊啊，谢谢大家通知哦。我们是这个一月下旬会过去哦，一定会去跑去见师尊，你知道吗？前阵子哦，因为身体好像有几天有一点小毛病，不大舒服。那时候动了一个念头，动了一个念头什么？那个西雅图哦，又高又冷啊，纬度又高，天气又冷。我这种已经快要我已经60岁了，要不要冬天不要去，那个天气暖和的时候再去。那动一个这样的念头的时候，师尊晚上就托梦了，晚上就是就出来，我怀疑我被师尊 GPS。好，昼夜有啊，心灸令干佛力，鬼也有，鬼也有一般的小神通哦。以心说鬼现在是苦哦，那吴秀吉啊，古建龙，甘风丽啊，安居乐业，展笑容，玄一，新年快乐 ，Kebrana， 还有那个宜兴啊啊，那这季冠涵你好 ，Kelvin Ong，Low Kelly， 那个所有网络上跟我祝贺新年快乐的，有的因为留言很多，没有办法一一回复，在这里通通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掌声鼓励，耶！好多祝贺新年，陈立珍、艾灸令卷、斯巴达蛋，上次要唱给四川听，说好想你，说听到我的歌会不会吐？看机会啊，何瑞兰、艾修尼尔、幽灵啊、西美罗、雨欣啊，好啊，这个好，还有谁啊？艾灸令好。第二篇呢，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？穿墙人啊、至少，师尊会穿墙走壁啊、哦。他那个出元神，他的元神是可以上次被安葬那个踪迹。那个师尊出元神的时候，他会穿墙走壁。至少你们做梦的时候，你们会穿越吗？那师尊呢？讲说他那个穿墙走壁的经验。大家看看这个是里面什么故事呢？穿墙壁的人啊，穿墙人，师尊觉得说神形哦很梦幻，始终在有跟无之间。耳朵突然痒刚才讲师尊耳朵痒，原本呢师尊说他自己也解释不来哦，然而但是必须要让大家明白，虽然是三昧神形，修行人呢也很难到这种境界，但是既然到了，有责任就把这个这个殊妙的这个境界说得比较清楚一点。比如说师尊的本觉身，
进入到佛性的这个进入到佛性相应的这种正量，然后呢他要出元神，他的元神就是溢出来，溢出来就怎么把它透出来，溢是安逸的溢啊，所以用溢这个字啊，不是 build 出来，不是，是慢慢慢慢慢把它透出来的哦。然后它溢出来，灵魂出窍，那也就是是算灵魂出来的时候是轻轻的飞出来。曾经是这讲哦，他在西雅图真佛蜜月，然后他灵魂出来的时候碰到隔壁家怎么那个小耳朵还是大耳朵，在原来在美国他们看电视，他们有用那个那个家庭用的那个电的那个电塔，是不是那个电的雷达，然后那个灵魂是走电的，结果他回来的时候碰到那个电塔，他那个雷达，然后人家收听电视的那个雷达，他们叫小耳朵大耳朵，然后呢就撞到再回到这个身体哦，那要调整好，调整的有一点偏差，然后醒来脖子会酸会痛，也是有的哦。听师尊在早期的书有讲哦，现在应该很顺了吧哈、哦。那师尊讲说他身心的时候，咻风萧萧，哇，像鸟在飞翔，也有用走的，也有用各种神变的哦，那有各种姿势不一而足。然后呢最初碰到墙壁我们碰到墙壁这个电视剧人家讲自杀破，对不对，撞到墙吧流血，然后就死掉了，有没有有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剧有，可是呢已经出元神了，然后碰到墙壁怎么样就可以穿过去了，刚开始会有点不大习惯，这个墙壁可以走吗？其实呢我也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经验，有好几次做梦的时候那我在比如说在梦里面，那我在自己睡觉的房间怎么还在傍晚啊怎么周围都没有人啊，这个我现在在自己的梦境自己的梦境呢怎么样啊，我不要再在我的房间，那个房间也是骗人的前面有墙壁，我最喜欢找窗户，我不喜欢找墙壁，我喜欢找窗户，因为窗户可以看到外面，我就啪，我就冲过去窗户，会不会很麻烦？不会啊，轻轻的一飞，那个在梦里面哦，就是往墙壁方向一冲下去，然后呢，就发现自己在虚空中，就飞翔，然后呢，在这个飞翔的当中，最喜欢找有灯光的地方，哇，找灯光，电灯也好，太阳也好，星星也好，月亮也好，找灯光，然后从那个灯光里面要飞进去。我常常做这样子的梦。以前啦，那现在呢又不是不同的梦，所以我有这个窗户过，穿墙的，有一次是梦到自己在一个狭小的空间，四周都是墙壁，哇，墙壁也是看得很头大，我不要在这个墙壁啊，我又在梦里面醒来啊，这个墙壁是假的啊，我就把它墙就把它穿过去，穿过去之后连续穿了好几个墙壁才穿出去，结果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其实那个都是自己身体的状态，因为那时候我正在感冒，鼻子堵塞，对不对，穿过去啊。所以有时候那种做梦的时候梦到的这个境界，梦到的这个有时候是自己的那个现身的状况所那个产生的幻象，在梦里面以为是墙壁，以为周围是什么，也有是这样的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呢师尊的穿墙，他第一次是愣住了，有点犹豫了，到底要不要穿过去，很好奇。但是呢师尊想说那他先穿越玻璃啊、玻璃窗，对不对，跟我想的一样，玻璃比较透明比较薄，坐下去比较不会痛哦。哇，师尊鼓足了勇气，然后呢他要冲去玻璃，他是用慢慢塞进去，塞进去玻璃看看可不可以把它塞进去，其实身体是透明的，玻璃是虚幻的，当然一跨就过去了。然后呢穿过玻璃很多次之后呢他还这个流连这个游戏哦，玻璃穿过去再回来，再穿过去再回来，但希望穿起来的时候不要蹦到结界。好，美娟，美娟娟你好，好，许慧玉你好，好，
然后呢，师尊就是在这个穿墙走壁，穿在玻璃，再穿回来，再穿在玻璃，哇，就觉得很好玩，很好玩。榴莲这种游戏，那大家会以为说，哎，穿过这个玻璃会不会碎？其实不会，这个玻璃是若有若无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你不要管那个玻璃，人已经在玻璃的外面了。师尊接着呢，胆子又壮大了，有一堵墙在前面，哎，穿那个墙哦，会感觉它好像有厚度一样，可是那个厚度是不会阻碍你的，师尊就咻把它穿过去哦，哇，那也是一样，很自然的，没有被墙壁碰到，鼻青脸肿。接下来师尊还穿越什么？穿越铁门，铁门比墙壁更厚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呢，铁门也很厚，子弹都打不过，一闭眼啊、那塞就塞得进去，就这样就穿过去了铁门。再来就是山河大地，哎，山河大地，大树土堆巨岩，那个钢石啊、那个穿过山，穿过河，穿过大地，穿过巨大的石头，师尊都是一样，哇，来去自如啊！这个就穿墙人。其实在这个时候呢，师尊想跟大家讲，这个穿墙是怎么穿过去的？好像讲自己的灵魂透过去，意过去呢，意又不对，反正呢就是这样的，很轻很轻的就穿过去，好像自己就是空的，那穿过的东西。现的那个像在你的前面，可是呢也是空幻的，哎，只能说自己是无，枪也是无通过无。但是我们在中阴的时候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就会看到说，哎，那个好像是有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师尊呢神行到个天上界，哇，天上界呢有一个天女非常的漂亮，哎，师尊最近开始讲什么？说那个谁，小空行母竟然跟师尊表白，好可爱哦！这个，哎，下次要来做新闻采访一下小空行母，你跟师尊表白的结果怎么样？哇，哎，那个，所以修行是看真量的哦，不是看表面的。小空行母一定知道说我们莲花童子的真量，哎，他的那个境界是非常的高哦。啊，那么呢？他见到在这个天上的宫殿，他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空行女，哎，美丽的天女啊，那个红色的衣裳，那白皙的皮肤，哇，天衣飘动，哇，那个笑起来非常的晶莹可爱，对不对？这个天女自动的伸出手来握一下师尊啊，拉一下师尊。师尊呢，在这个天女温婉的言辞里面，也有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。哇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那这个天女碰到师尊的身体，师尊的身体竟然也是空的。那所以师尊举这个例子，就是告诉大家，神形像梦一样，好像有又好像无，神形在有跟无之间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二篇跟大家讲的神形。不过呢，在跟大家讲这个时候，你会想说，哇，这个是师尊的境界，告诉你将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历经这个境界，哎，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修梦观法？要练让央抗，好，要观想自己变成金刚杵，要观想师尊就在你的头顶给你放光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将来你往生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是怎么走出去的，你所看见的像你在活着的时候的梦中，就要知道你现在是在做梦，知梦，然后离梦，在梦中能够修行。那这个呢，梦观法哦，这个梦修啊，求谁？师尊给大家加持哦。好，看看同门，哎，古方之你好，廖言语，张平师姐，哎，张平师姐这次。那个春季大法会你会来吗？这个美国，佛罗里达州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佛罗里达那边会冷吗？哦 ，David Dai， 陈美清，还有这个 May Jun Jun Spiritan， 好，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两篇的文章啊，让我们知道说将来我们要到中阴身的时候。哎，或者睡觉的这个中阴，我们在修行，哎，那万一看到这个境界，不要被这个境界所转，都是空幻的，能够了解，对不对？最主要要一心祈请师尊，要有定心。那新的一年，元旦新年快乐！
那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啊，新的一年第一天我们就读书会直播。哦，挑这一集对不对？哎，那就是元旦的这个直播，让我们知道，希望说这一年的直播都是非常的顺利，然后有师尊的加持，佛菩萨的加持，所有来看直播、看重播的同门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，好不好啊？掌声鼓励哦！嘿，哎，快乐的时间哦，你这里不冷，好，来门加一哦。好，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来唱《南无阿弥陀佛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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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见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真佛宗弟子是莲花慧君，今次做回向，祈愿根本传上师，愿师尊常住世间，常转法轮，无住涅槃，佛体安康，一切度众的誓愿悉皆圆满吉祥。祈愿佛光加持，佛光助照，世尊师母长寿健康，世尊师母大家新年吉祥，祈求佛光助照加持所有看直播、所有看重播的大众，得到龙王根本传承，护佑来年运程光明。我们以感恩的心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世尊十方佛，唵白光、阿红光、后来光，观想顶礼善应。二拜十方诸菩萨，唵白光、阿红光、后来光，观想顶礼菩萨善应。三拜护法金刚，唵白光、阿红光、后来光，观想顶礼护法金刚善应。四平等稽首，礼敬十方圣贤。非常的感谢师尊，还有龙王，还有感谢大家。真摩天空新闻台、综合台，还有文宣队。莲花慧君的 YouTube、脸书，还有小红书，抖音，都欢迎大家给我们按赞、转贴、分享支持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，大家一起征服天空，大家一起飞。我们今天介绍两篇文章，那就是这个鬼的神行。鬼能够神行吗？是可以。鬼有五通，但是会有所限制。那鬼仙呢？它本身是有修行的境界。但是呢，鬼有修行的鬼呢，师尊讲提醒要到什么真佛宗的道场，到根本上师的地方，那真佛宗的道场雷藏寺，或者到佛塔了。那第二篇是讲到穿墙人，师尊能够出元神啊、那个师尊可以到这个穿越窗户、穿越墙壁、穿越门，能够自由自在，然后呢，就是。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终一生，我们当灵魂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可以穿越，但是呢，师尊讲这些都是空幻的。
能够认明佛光，能够融入在光明里面，哇，那个就是最殊胜、最棒的。嘿，我们大家一起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谢谢世尊、活菩萨、龙王给他们救命。爱斯特鲁亚比布布林，明天星期二啊，那个莲社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，我们再度空中再会哦，大家不见不散，拜拜！给大家么么哒，么么哒都在哪里？这里呀、啊。晚安，拜拜。对了，真佛天空新闻台啊，有贴师尊最新的师尊开示哦，记得去看。好，拜拜。